如今你通敌叛国，已是死罪，朕要将你当众处决。 侯爷可曾疑惑，皇帝为何会如此？那如果他不是皇帝，侯爷，你觉得这世上有妖邪吗？棋子落地，封印已慢慢解开，时日不多了。若经过一次骨血冲撞，我早已不是过去的百里红轩了。 他们是什么人？火正祝融，水正玄冥，木正勾芒，金正入收，土正厚土。我现在能做什么？就是，想要拯救世人，就会有人牺牲。一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了你。我们别无他选，想要对抗九婴，我们五人缺一不可。 这一切都是无法逆转的，该面对的，始终要面对。